缩水缩水，快点快点。哇，两箱这么多啊！啊，咱都倒出来看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兰，小梦的朋友给我们送来了两箱板栗。啊，这个头都这么大吗？啊，我朋友都挑了最好的给我们。爸爸，那我的眼睛这么大了？跟你的眼睛一样大。老公，看我的卡姿兰大眼睛。我把你眼睛抠下来。这么多板栗咋吃呀？生吃啊，炒着吃，炖鸡吃，干啥都可以啊。行行，你想怎么吃？我要炖鸡翅。行行，咱吃别的行不行？大晚上上哪给你弄鸡啊？不用担心鸡的问题，咱家不是有一只吗？我去给你拿过来。来来，老婆来了，烧水烧水，快点快点。妈不要，爸爸别吃我的鸡。这差不多了，能吃了。妈妈别吃我的鸡。这一盆子，你说要不炖个鸡，那怎么吃啊？要不你给它做成小零食？什么小零食啊？糖炒栗子。也不是不行，要是做的不成功的话，你不能笑我哈。啊，不笑你。咱得挑点这种圆的大的。这几个应该差不多了吧？那个锅多了也放不下。爸爸给你做那种甜的栗子吃好不好？行。这个板栗咱先给它清洗清洗，洗干净点，怕小兰吃了闹肚子。谢谢。咱锅里加点水煮栗子。哎，不是直接放空气炸锅吗？你做我做。啊，你做你做。咱给板栗这个地方给它拉一刀，方便它一会儿开口。做这个东西啊，一定要小心。开成这样就行了。醒醒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在给小海豹讲故事。老公，嗯，我问你个问题，这个刀你洗了吗？咱中午拍了大蒜呀。没有。Nice。敲好口之后啊，冷水下锅煮20分钟，加一勺盐。开上盖，等着开锅。哎呦，我活这么大了，头一次见有人生吃板栗啊！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我们广东人很多都这样吃。趁板栗这会儿在煮着，我们给它调个甜汁儿。甜汁儿是什么意思啊？甜汁儿就是甜汁汁儿。咱现在放的啥呀？蜂蜜啊。你还放糖啊？啊。晚上吃这个很胖的哦。你又不胖，你怕什么呀？再来上一点植物油，接点凉水。搅拌均匀。爸爸，搅拌均匀。你把剩下这点板栗，把皮儿剥了，把它放冰箱里冻起来吧。都剥了。啊。不得到天黑啊。天已经黑了，剥吧。行了，老婆，过来看看板栗吧。来了。你20分钟就剥了三个。有问题吗？你别剥了，别剥了。看来想吃板栗啊，还得靠我，靠你啊，得明年。把这个板栗捞出来控控水。我也要看看。那给你看看。哎呀，老公，怎么有个口开这么大？刀切得太猛了。控干水分之后，我们把它倒在这个碗里面，把咱们刚才调的这个甜汁儿给它倒进去，给它留一点，给它搁了搁了。就这样就可以烤了吗？腌一会儿，要不不入味儿，吃的不甜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甜甜的。哎，我想给板栗刷糖。行，一会儿让你刷，行不行？行。哎，有一只小老鼠在偷吃。姐姐，你干嘛呀？我要帮爸爸帮板栗刷刷糖。静香，帮爸爸把板栗放进去吧。空气炸锅180度，10分钟。180。开始。5分钟之后啊，咱把它拿过来，给它刷一遍糖。这个活儿让莫思醒干。放在我身上。5分钟时间到了，咱醒醒来刷个糖。刷糖。别碰它啊，有点烫啊。醒醒啊，给他们开口的这里刷点糖。嗯，好的。凯丽，我给你刷刷糖。继续再烤5分钟。哦，板栗好了，我们看看。哇塞！老婆，这一锅怎么样？可以吧？绝了，绝了！大家看，醒醒已经戴好手套了。你要干嘛呀？那都太热了，我要戴上手套。把它倒出来。板栗来喽！我要吃，我要吃。香喷喷，哦，好烫！好烫，好烫！吹一吹，爸爸给你拿一个。吃这个烤板栗啊，不能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容易烫嘴，知道不？知道了。一捏就开了，看到没有？里面都是糖。爸爸，这个比肉好吃。比肉都好吃啊！来，盖着给你吃一块。
真有这么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不信你尝尝。你尝尝。嗯，又糯又甜，好香啊！我给朋友们看看这个板栗到底有多糯。朋友们，现在是吃板栗的好季节，如果家里的板栗不知道怎么吃，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明天再见，拜拜啦！醒醒，你要跟大家说什么呀？